我们的这个很多父母亲呢，上一代的父母亲呢，他像机器人，他被一个观念，被一个东西所操纵，他顽固不化的，你看，执行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每年一调查，就说很多年轻人过年最大的压力就是又开始了，是吧？找个男朋友啊什么的。你说妈妈，你看我都登上泰山顶了，嘿，身边没个男朋友，一个人登上去有什么意思？都是句句话不离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哎，你觉得学的这种就丧失学习能力了吧？我觉得，哎哎，你说的他没有深度学习的没这有个深能度学习能力了，力，对，这个可能是跟人工智能他可能他也有可能也有个指令，就是传承后代嘛，对，这也是一样被植入的，就是对，你看到你打他就是无后了嘛。对，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有一个人写指进令，一个指令，不孝有三，叫无无后后为为大，你孩子他不就结，轴了，咋真像机器人？对啊，你所以再你不看结人婚，类的观念是不是很像是比较落后的机器人？啊，随时会被取代固执于一个观念。对，你说对这种机器人我们该怎么办？对这种机器人父母，哎，你有招吗？我就是哄呗，我就觉得他们爱说什么，爱听什么就哄。那他父母就不会吗？我爸妈完全不催我，我父亲是那种被动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我跟他说我以后可能不会结婚，我爸就大概消化两三天，他就接受了这个，他就完全是被动学习，所以我爸妈不会催我。所以你去相亲不是父母要的，不是你自愿的。就聊回相亲是，不是自己卵巢异动，是自己异动。卵巢异动啊，对，是自己异动。女作家都爱研究卵巢是吗？哎，那你说你周围的这些年轻人呐、啊，这个80后啊，那你说他们现在要回家过年碰见的种种这种，很多人有畏难情绪，我觉得就好像一说要，回家见到父母啊、七大姑啊、八大姨啊，有几大畏难呐、啊。一个是包括见的同学在外边混的怎么样啊，这就开始比了，对吧？然后就见到父母啊，结婚了没有啊？还就结婚了，那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生了一个，就现在可以生两个了，什么时候两个？哎，你有什么招吗？这是，我觉得就是哄，因为确实跟爸妈相处，其实也就是过年的一两个月，就是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这对我来说真的不觉得说你这个对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因为像爸妈他们的事儿也非常的少嘛，所以他们就是非常轴，也在于他们这个人生的事儿变得非常的少和狭窄，那你还要把他这个非常狭窄的世界给拆除掉，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然后被迫他们就是强迫他们学习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小波对这事儿怎么看？他们叫降维关怀，降维打击，新词儿，降维关怀是吧？不是降维打击，降低一个维度的关怀，降维关怀。哎呦，这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啊，对，是吧？这个都没办法。我女儿也，我女儿20岁，她男朋友或者她女朋友结婚或者不结婚，你觉得现在当父母有什么办法？对，就刚才讲的，就是父母就挺可悲的，你就能够回来吃顿饭，讲两句话。父母就很开心了，然后安安全全的就好了。那他要有你这样的父亲是好啊。我见到的很多东西，那跟这个父母亲就成仇无敌了，势不两立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父母亲就说，哎，我对你，我句句话都是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为了你好，为什么最后能弄到如成寇仇啊？最后能落到不回家了，就断绝，就是说断绝关系了。我前两天看一个法制节目，我看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一个少女把她妈给杀了的一个新闻。我很少看这类节目，你喜欢看？对，是这样，她就是本来老师天看理想，对，我们看理想，都是理想。你看，我看法制节目，我每天看法制节目，然后就每天特别，而且特别爱看杀妈妈的这种法制节目。哎，潜意识，就弑母嘛。我妈说你潜意识里有弑母的这个情，你要把它写好。就是我妈挺了解我，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她就是这少女，她家庭其实不错，然后父母都是国企的官员，收入不错，东北一个城市。那这女孩到了青春期之后，也不太爱跟她妈爸妈讲话。然后呢，她爸妈就是觉得这个有问题，她就喜欢跟这个。一个奶茶店的一个女老板，38岁女老板讲话，然后他们这个就其实就是同性恋嘛，其实这个少女跟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就同性恋。那父母察觉到之后特别生气，就把这女孩送到这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这女孩在这个学校天天挨打，逃出来之后就非常的恨自己的父母，然后他就要跟父母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就要父母给他5万块钱，他就上外地体校，他父母当然不给，他就把他妈给
那个绑架了，绑架了有九天吧，然后最后的五天把他妈的手脚都捆起来，不给喂吃的，就把他妈活活饿死了。哎呦，我今天手机上划过一个标题，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但是我看这个十六岁的少女，对对对，然后我看这个，我特别无聊，把这个少女的百度贴吧的 ID 找到了，然后把她贴吧的发言从头到尾都找到。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第一，你会发现她的言行完全是模仿一种特别戏剧性的这种小说的这样的，而且是那种非常烂的网络小说，就他杀了人之后他那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述，就是他说我发现杀人是件很容易的事等等，就完全是一个很烂的武侠小说的表述，就他这个他其实是在模仿一个非常劣质的那种大众传播的产品。那第二点，他在就是在贴吧实名举报他爸爸，说我爸这个干部贪污腐败怎么怎么样，实名举报，就他会用很多的这样的现代新就是新媒体的方式，然后去来深度学习了大众媒体，对，就是深入学。他只有十六岁，所以这个我看着还挺震撼的，就是这个能够仇恨到一个如此的程度，就大概13岁到16岁就变成这样。你很多事儿没法想象，网上就没有这么一种网站，就是你到那网站去看，就是仇视父母，父母皆祸害，仇视父母的，哎呦，不是父母皆祸害，对，父母皆祸害，好多人就上面就把说父母说的跟仇人似的，你能理解吗？我大概能理解，因为这牵涉到就是你刚才说父母总是说我是为你好或怎么样，就。你对年轻人对小孩来讲，那个不是要为我好，那个是在为你自己好，因为你是在成全一套你自己的价值，你的想法，你觉得你身边所有人都应该跟随你的想法而活，所以你其实在为自己好，而不是为他好。这真像是老这里开始机器人。这个父母这个看这个节目，这个父母还给这个小孩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书，海底两万里，但这个小女孩其实已经在这种贴吧上发帖。然后就陈述他和他女朋友的关系，说这个老婆我现在就要你，就他其实已经进入这样的一种表述，他父母还在给他买海底两万里让他学习，所以就是这个深渊，我觉得完全就是鸿沟造成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但是这里边就说到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就是说机器人能不能有这个追求啊？就是说马斯洛现在不都讲马斯洛的需要需求理论吗？哎，最高的需求叫自我实现，对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些父母啊，他也是自我实现，他希望孩子这个产品，自己最宝贵的这个产品如我所愿，就父母又像是制造机器人的那个造物者，我制造了他，对，那么他按照我设定的程序完成了目标，对，我人生得以圆满。甚至于呢，很多父母亲就是说你孩子老不结婚，现在有些孩子躲回家过年嘛，就是他就父母说我这邻居就是邻居一说起来啊，我都没脸提这事儿。我有时候发现呢，就是这种就是在某些群体当中啊，其实人与人之间不见得那么善。你比方说像我们在工厂长大的，我有时候经常见到，其实这个老工人彼此之间呢，他是比的是他就是恨人有憎人无，你知道吗？比如说哎，你们家小孩考上北大了哈，其实他没那么开心。然后呢，他得找一个去打击你父母。考上北大了吗？找着工作了吗？说还没找着工作，这下他得意了。然后就说，哎，这找着工作了，工作还不错的话，他可能又跟你说，那有媳妇了吗？哎呦，这父母就觉得丢人了。你看他这一套标准，他用这套标准呢来打击你。搞得他父母亲自己也没面子。所以问题来了，这叫自我实现吗？就因为按照马斯洛那个想法，他的自我实现后面有个基础假设。当然，这个基础假设你也可以挑战，就是说。他预设的是一个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但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说把自己的实现寄托在别人家孩子有没有上北大，我们家孩子怎么样，那是你是依赖了其他人，你高度依赖其他人来，其他人做的怎么样来决定我是否自我实现。但这个可能也是人的天性吧，人的这种虚荣或者自我认知的攀比。对，这自己跟自己攀比也有。我父亲是大学的，他学机械的，交大机械系的。所以他那个书柜里面啊，家里是书房嘛。三分之二的书柜是这种机械啊，那个这种理工的书，还三分之一呢是武侠小说。我爹就喜欢藏各种各样的盗版的武侠小说，都有。然后我读文科嘛。所以我读文科开始，他就觉得你没出息了，废了，就废掉了。而且我是浙江大学。浙大当年跟杭大合并之前是没有中文系的，浙大前就是中文系都没有的，
所以他这个就完全是个理工科的一个学校。嗯，所以说到底人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对，他就认为说你就应该学理工，我是一个理工科的教授，你有个儿子考文科班，而且那个学校的文科班也是被鄙视的，嗯，全部都是理工男，嗯，文科班鄙视。对，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保送研究生嘛，我爹呢是研究生毕业没读博士，嗯，为了让我留杭州，所以我们家搬到杭州来，他就没读博士，然后他就认为说我的儿子应该读到博士，结果我研究生都没读过，嗯，那你说我爹看我会怎么看呢？第一，你看理工科不读，读文科，嗯，读了文科以后研究生都没读，本科生跑出来了。他越看越不顺眼了，就是啊。所以后来呢？那后来就只有相敬如宾嘛，距离产生美。还当了老板之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通过当老板的事情，真的很晚。一直我正我要到我写大败局的时候，已经快30多岁了。嗯，然后慢慢他才觉得，就得靠外部人。外部说，哎，你儿子还不错，写了本书啊什么之类的，嗯，他才觉得哦，你干的还是个正经事儿。他就很长时间认为说，你们干的都不是正经事儿。那你父亲对你的意见有影响过你吗？嗯，就是你觉得他这个标准有影响啊？所以我读大学，就填大学，读大学，我就一个要求，就不在杭州读嘛。嗯，我打死不能在杭州读，我必须要离开。嗯，啊，对，他的和解是建立在外部的因素，嗯，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人格不健全吧？像我爹人格算健全的。健全的像万一像机器人一样健全，他人格是也很健全的，但他没办法，他可能人的本身就需要这样的认知过程。嗯，我认为需要。嗯，我是意识到我爸老了，我之前也写过这个，也讲过，就是说我当时我爸送我到清华，因为我家在湖北，然后他送我到清华考自主招生的考试，然后呢考完之后我们就坐火车回去，然后我就问我爸说，这个爸爸这个清华怎么样啊？爸说啊，清华好大呀。然后问我爸说北京怎么样啊？我爸说北京好大呀。就是你知道，就他对这一他不熟悉的世界的理解和形容能力，就是已经仅仅在于好大呀，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只有他在他那个小的那个环境，就是湖北襄阳，然后这个铁路城景段，然后他觉得是自在的，然后在他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就那一瞬间觉得，嗯，啊，这父母是老了，对对对，嗯，对，相对的尺度变得太大。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都能把孩子逼得离家出走呢？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而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孩子可能也不愿哄了，或者是真的越来越淡了。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说回家过年这个概念，我觉得会开始。会浮动起来，会吗？我觉得有可能。就比如说，比如说现在举例，像在中国，嗯，你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你有没有注意到，开始有些人是出国避年，对，嗯，就不想留在中国过年。那我们想想看，他在避什么？他有的避呢，是有两种，一种是父母健在，那父母健在，他干嘛避呢？他其实避的说不定就是回家见父母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很奇怪。中国很多的社会纠纷、家庭纠纷、伦理纠纷是发生在过年期间。嗯，对，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大家回家，很多家乡的老人就是等着年轻一辈回来。好了，你回来了，论论理吧，隔壁那个老陈，对吧？你去跟他说说看。你好不容易逃避的那个价值观，然后又对一下就回来。嗯，那么再来呢？那当然，将来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我总觉得春运这个东西会慢慢减缓，就是因为。你随着老一辈人逐渐去世，你过去进城的那一代人，如果有很多人开始在城里面落下来了，你就失去回家。对，就家乡变成一个概念了。变成概念，你比如说，但是个必须要回去的东西。对，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呢，那是因为父母在。对的，是的。我有一些亲戚就这样，就父母健在的时候，嗯，他比如说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嗯，那是打死也得回来的。对啊，因为父母在，怎么都得回去。如果哪一天。先走个爹，再走个娘，爹娘走完以后，嗯，那这七个人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红包啊。对，所以就这个家乡这个概念，嗯，就父母就没有了。嗯，我有个朋友就说这个，这个会的。对，说这个每个不是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嘛，但是就可能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拆除的过程。那可能，对，比如说像你像，比如说像文道老师，你拆除你可能还是有点这个愧疚，或者是有点什么。但到我这一代，我不知道离开故乡的时候，对你回到你的毫无。就是我觉得这个对 对, 对拆除过程对我来说是毫无愧疚感和毫无这个我对，所以你现在我在想，我们原来过年可能在农耕文明时期，整个价值观是统一的，整个生活方式，你说在县城里面，在都市里面和在村里面，其实是
是类似的，对。但你现在你说在北京回到一个村庄里面，可能卫生间都是不一样的，做饭方式也不一样的，那价值观更加不要讲了。对，可能这里有地暖，有空调，回到家里啥也没有，对，把名字还改了，是吧？变成狗蛋啊，是不是？没错，对吧？那就麻烦就很大了。对，所以他就对家乡对他来讲就是个很是一个茧一样的东西，就不掉落就掉落掉了。哎，真是故乡不在了。就不可能在了，还有拆迁其实也是，拆迁大量的村庄都已经不见了，都散开了，都人口都拆阔饼了，我们的地方叫拆阔饼。你比如说你我那天想起我过去，你比如说咱现在你要去上海啊，你有个什么鲁迅故居啊，张爱玲故居啊，因为那是平房或者两层小楼，你将来咱要说咱这吴晓波这么一代伟人，大家说他这故居在哪？23楼。A 门五号，楼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盖故居的概念，都概念没有。还有那个手稿，现在已经没有手稿这回事，现在都已经对。没错，对，有语音，有你的语音，语音还有，对，语音机器的，对，艳照门还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其实想起来啊，你也不能说是你觉得是可悲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还有一些记忆是那么样的美好，而你们这个岁数的人绝对没有。我跟你说，当然这个东西不能评比啊，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心目中最好的过年的那个记忆啊，还是在小时候。你说小时候其实有时候过年呢，是穷人的事儿，是物质匮乏的事儿。你比如当年有的农村是过年才杀猪啊，你明白吗？哎，过年的那顿饺子，我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吃不上肉啊，你那一个月吃一次饺子，所以过年的那顿饺子是三鲜馅儿的，不但有肉，而且还往里放虾皮儿，放虾仁儿，三鲜馅儿的最好吃的饺子。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口水已经开始流了，就冷静点，冷静先喝奶，就是这个，他这个肯定没有，他没有，没有，而且有一个，我们只有过年就吃面条。我小时候。我是过年穿新衣服，只有一年只有两次吃鸡蛋的机会。我告诉你，就没鸡蛋，就鸡蛋窝和鸡蛋叉烧面。对，那个甜美。你说穿衣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穿衣服。我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真的。对，我小时候过年，你都还这样吗？到你这一代啊？那我物质贫瘠，那你这也不年轻了啊。我过年，蒋小姐也有一上下岁数。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我记得那种记忆太有意思。一年只换一身新衣服，而且新衣服基本上都是蓝色的中山装款式的那个小孩儿。对我来说，就是春节，其实就是各个小孩的一个那个评比的综合评比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奶奶生了7个孩子，然后呢，我爸爸是七贤女儿，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然后呢，所以我也是整个家族最小的。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谄媚的呀，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在整个大家族面前自己表演完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表演2个小时、啊、就是表演全套。你最小吗？我最小，我就表演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什么叫表演全套？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相声，我再给大家唱个歌，我再给大家跳个舞，我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再给大家真的就是你这样。你们家训练你干这个，对，你们家好可怕，那难怪你不想回家。就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就那时候解锁的。我大概从5岁开始，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大概一堆人坐在一起，我就迅速能够判断出谁是最有权势的，然后就冲上去抱住人家的大腿。就所以，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完全是过年的时候被解锁的，因为只有这时候就人最多嘛，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最多，然后就特别会察言观色，表演节目就特别丑陋。我自己那个时候，哎呦，对过年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亲戚小孩的综合。开心，我每年过年都特别开心。我觉得攒了一年的这个，从半年前开始排练节目的表演欲被激发出来。对，哎，我女儿小时候一样呀，在那个火车里面就开始站在那表演欲特别强，唱歌跳舞。但你女儿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就那要钱，真的还拿要钱，拿了个碗，叔叔阿姨多大？2000钱，多大？那时候就我记得我写那时候写非常营销是2001年，她96年，那几哪一年啊？14、15岁的样子，没有五六岁那时候就在火车到处唱歌要拿钱、啊。对，我坐火车到厦门去参加书展嘛，对，02年嘛，那他6、7、8岁的时候，对，就在火车里面唱歌，唱完以后就拿了一个碗，就
你必须得给，你不给你麻烦大了。拿了一脸盆的硬币回来，这叫生来要饭的，这是生来要饭的，没有吗？对。但这也是因为那娱乐节目少嘛。你说现在小孩捧个 iPad、捧个手机什么，他才不管你，他也不会不屑于跟大人交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我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玩具都没有啊，就是撒泡尿玩尿泥儿，你知道吗？就是那然后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娱乐选择，他讲这个小孩的那种表演欲啊，反倒会就是，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好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天伦之乐。我这今天没有，今天都分崩离析，那么过年吵架矛盾，两代人想法不一样。那个时候你说各玩各的微信群，你说你谄媚，其实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大人他们眼中的你多开心呢、啊。演节目，我小时候也有，我不是一个家。我那过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一个工厂的大杂院，然后我还有来表演折子戏，全是那个哦，你也搞这个，难怪你当主持人，搭大样板戏啊，就是你一个人上，就是全是过年全搬小板凳嘛，在大杂院就看，然后呢我夸就那个也到我妈那厨房里拿个那个钢种锅呀，那我们就光钢种锅往头上一戴，哈，就是帽子，然后就是那时候唱的什么杨子荣啊，找个我爸的那个大军大衣一披，他穿林海，小孩几岁，哗，就表演完了之后，哎，我再给大家来个李铁梅，咔过去以后，那个真是，哎，大人小孩还很快乐。你说今天这是怎么？就是现在很多回家的都如果是县城里的、村里的，绝大部分是不住在家里的，都会住在宾馆。住在酒店里，吃饭也在酒店吃，所以那个年味儿肯定是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对，没办法，表演实际上是两种生活状态了。对，就是割裂嘛，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爸妈在那个小孩是白眼狼的微信群里面，也没有共同语言，小孩在父母皆祸害的微信群里面，就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所以看来世界是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是吧？但是咱们还可以上盘饺子啊！来，咱得过年，咱得过年。哦，还有饺子？对，就是那种速冻的吧。太像今天的过年了，这就像今天的。谢谢。来，这就筷子嘛，我这是手持的，过年用手。来，小波进，我不能给你拿勺啊。来，过年嘛，过年。对，咱们这个，哎，你们都回家吗？回啊。我还今年我要陪我爸爸回一趟梅县。哦，对，梅县，对，他是梅县的，七快八十岁。文道呢？我就在香港嘛。香港，那孟州呢？我爸是乘警，就是他春运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所以他可能是早几天或者晚几天，然后在北京呗。我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每年过年你爸都不在家？对，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和差不多初一他都不在家，一直都是春运差不多快结束，初二初三他才能回家。所以是这样。现在过年那个传统还是有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们家过年，比如在杭州，杭州所有的亲戚会聚在一起吃顿饭，然后一定8点之前散伙。各自回家看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到现在还这样。对，我丈人老头、丈母娘就一定看到12点，然后非常开心的骂一顿，然后他就在那儿，然后睡觉。但我觉得人本质上，或者还是希望有共同记忆吧。你说现在为什么一边看春晚还一边骂？对，就是他希望有参与感，他希望有共同记忆。我知道了，向往这一圣诞节一样。这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大家一样穷的时候比较快乐，现在是什么呢？阶层啊，收入差距啊，太越来越大的时候，过年这一聚会啊，就变成了一个不同收入、不同观念、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职位的人之间，硬要凑到一起，大家来。对，他这个是蛮麻烦的。我以前看那个小说，比如说资本家或者是知识分子是白眼狼，比如说你在。文道在马路上啪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就有钱的话会很不好意思嘛。然后文道就敷衍他两句，然后就走掉了。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嘛。但我们这个年龄回过头来想说，你真的碰到一个小学同学跟你阶层差很远，完全不同生活状态，你讲什么了？没错，确实没东西好讲。然后你他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然后他对你有很大的期望。然后你任何的一个笑容，如果是闪过一个东西的话，他回去就说这个人忘本了。
嗯，但实际上是在那个五分钟之内，真是无话可说。嗯，能说什么东西？那回到村里面，可能以后那回到国家村里面，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对双方都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就原来那个鲁迅写那个闰土，就是他形容闰土脸上的表情啊，我觉得那几个字特别好，他说欢喜又凄凉，就是形容这个闰土，我觉得非常的恰当。我自己回去看我那个小时候被指腹为婚的那个男朋友的时候，然后呢，我跟曾经被指腹为婚，对，跟我们家隔壁长得跟我特别像，然后呢，他。然后就是我就劝他要你看你还是要到北京来，这个年轻还是要拼搏什么，他脸上就真的出现我说的闰土的那种欢喜又凄凉，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尴尬，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不道德的，就是我跟他我站在我的这个位置上跟他说这个年轻人还要拼搏要到北京来不要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是不很不道德的讲这个句话，所以确实这个北京的电话不会去北京想去投河了对啊，那咱们这个吃了饺子就都各自回家过年啊，在这个分散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记得回来那我们圆桌派你看是聚的，它是聚聚人的，对吧，希望也能聚财了那就我们第一季就完了吧，第二季就年后这才行，它的颜色都是都钱的颜色，对，你看都金黄色，第二季过的对我们这第二季就还有没有是吧，或者什么